有台湾元宵节北天灯、南风炮、中灯牌美名的白沙坑银灯牌文化节活动，今年因疫情影响，延后于2月25日至27日举行灯牌绕境及晚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首先来感谢咱中华县政府县长吼，咱会大乡公所咱乡长吼，来举办这三天的活动。那因为现在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也已经开放了，所以我们又择日来做这个灯牌这个工作，让我们的民众有法度感受到我们土地公伯庇佑我们的这个降落下的大家的这个心情，而且感谢我们乡公所，感谢我们这个管理委员会可以来配合到我们的这个防疫中心的这个规范，虽然造成大家不方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乡亲都可以包容，那也相信大家会虔诚，我们土地公伯会继续保庇大家事事顺利，心想事成，走东西都赚没人知，走人别人赚到稳当当。花坛乡公所为推广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的白沙坑灯牌绕境，今年特别委托工艺师制作全台最大的日式浅草灯笼，放置在花坛文德宫前，让民众仿佛置身在日本。拄着今年做到一个这个十二星星的一个灯牌，啊，佮讲咱德兴桥顶头这个大灯牌，今年佫来做到这两个大界一个灯笼，为着就是予咱的文德宫会当讲的知名度，全省拢知影。吼，啊，让大家拢会甲咱文德宫这个广场每年来遮参加一个晚会，各人来欣赏着咱全国独一无二的这个灯牌文化。仿照日本东京浅草寺的雷门大灯笼，融入台湾传统庙宇的元素，放置于文德宫前，非常显眼，成为民众打卡拍照的热门景点。当时就是，因缘际会下去到日本，哦，有看到浅草寺的大灯笼，那时候就想说。在花坛为什么不能有那么大的灯笼，而且还做出我们自己的台湾味。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花坛文德宫白沙坑银灯牌文化活动已有194年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传承意义及在地民族文化特色，花坛乡公所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公益频道黄时婷花坛采访报道。